这个冰冰就是逊啊，才几罐就醉了。这么说你很勇哦？拜托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啊，我房间里还有些好康的，你要不拿出来给你康康？什么好康的？有没有灯打狼啊？哎，我去拿来你就知道了啦。曾经名声显赫的第一中学发生了什么？夜晚的校园为何时常传来少女的哭泣？背后的故事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，竟无人提起？进入校园探索的人们，传说都无一幸免。这个地方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，直到现在都没人能够破解其中的真相。哎呀，这啥啊，我这单身20年的，女鬼见了我都害怕的好吗？哎，那要不今晚我们就去这里玩玩，上次我和一班的那些胆小鬼去死啊，他们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就直接吓跑嘞。还有一些照明工具丢在了那个学校里。哎呀，走，谁不去谁就是孙子。好，那我让大家去大厅等着，看看有多少人去。哎，你等我。
Thank you.
吃个冰冰就是训啊，才几罐就醉了。这么说你很勇哦？拜托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啊，我房间里还有些好康的，你要不拿出来给你康康？什么好康的？有没有蹲打狼啊？哎，我去拿来你就知道了啦。曾经名声显赫的第一中学，发生了什么？